头发有一丢丢乱。晚上好，大家。太乱了，因为我风吹日晒一整天在外面，头发就很乱。风吹日晒一整天，有点困了，有点困了。晚上好，大家。我刚吃完饭，刚吃了自热火锅。我头发是不是有点乱啊？重新扎一下。谢谢，谢谢马二兜送出的蹦迪。谢谢马二兜，马二兜你也腿酷了，谢谢，谢谢闪光的信仰送出的荧光海，闪光的信仰你也腿酷了，你们也太酷了吧！刚上线就送我特效的礼物。真的是太感谢大家了，狗的粉丝真无语了。嗯，梳完了还是很乱头发，我已经无药可救了。我是你的水军吗？如果你们这样觉得也可以，只要。一个荧光海，我就能做你们的水军；一个夜蝶，我就可以做你们的水军，加专职歌手，就可以给你们唱歌了。然后一个权杖就可以，水军加歌手加梦里串门，然后一个皇冠就是，水晶加歌手加梦里串门加闪亮的皇冠给我戴，然后加给你们跳个舞蹈，就做你们的舞蹈。全职舞蹈偶像，然后再，一个还有什么吗？啊，一个用爱发电，就是我就可以这些都加上，然后再称之你们为神，真的很漂亮。业务很多嘛，多嘛，这都虚的。谢谢灿烂宇宙的荧光海，谢谢风一天的荧光海，你们也忒酷了吧！说送荧光海就送荧光海，你们也忒酷了，你们也忒酷了。不行，我不正常了，我今天是一个不正常的直播。和你们合作真的是太愉快了，谢谢慧心的荧光海，见到你们我真的太开心了，耶！救命啊！看着特效的我就容易发癫，大家不要送了，可以吗？一送我就发癫了，别送了，叫你别送，还送。阿胡不喜欢冬瓜，退！谢谢你的蹦迪，你竟然说 OK。我给你 KO 了，救命！我不行，让我缓一下，留着切盘吧。我不行，我今天不正常了，因为我今天晒了一天。谢谢不会灰的灰灰的荧光海。谢谢小棉不困鸭的秋天奶茶，
今晚注定是狂欢夜，今晚注定是狂欢夜。啊，不行，我真的刚吃多了，我想吐了。我不能这么嗨，吃完了就很嗨。吃完了就很嗨，给你们跳一个舞蹈。行了，这个直播我留不下了，我真的觉得我有多动症。谢谢小番茄会脸红的秋天奶茶，谢谢钱老师。啊，我是气氛组，大家嗨起来，大家嗨起来，来一首歌吧。睡什么起来嗨？但我今天头发好乱啊！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拍照差点把我晒死啊！谢谢在线自闭的荧光海。大家送荧光海，可以吃我几拳。荧光海奖励就是吃我几拳。这把我晒死，我真的黑了一度，黑了三度。我今天真的差点，我今天是最煎熬的一天，但是拍出来还挺好看的，就蛮欣慰的。我来看一下我的眉笔在哪里，眉毛有点刻薄。救命，真的好美，真的假的？你们疯了吧？为什么每天都觉得我美？莫非你们没见过美女？谢谢钱老师的荧光海。完了，画完眉毛不美了，收回你刚刚的话吧。怎么还打你？怎么还不打你？好的，等着吧你们。见到在这儿，最近我真的颜值回升了，朋友们。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在这么丑的灯光下，我都能这么好看，朋友们。还有比我更美的美女吗？除了我们的塞纳河里的美女，还有塞纳河外的美女，除了那些美女，我肯定也是美女，我就不正常。被打得好幸福，还有人想被打吗？还有人想被打吗？吃我几拳吧。打你！谢谢反沙润土的茶的玫瑰花。我这后面头发真的是好，可以给你帮帮两拳吗？我的青春不可以。也不是没伤害，想让我给你几拳，这么容易吗？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我想吃我几拳很难的。对，我回来了，我今天拍了一天，我真的要被累死了，朋友们。我真的要被累死了，我第一次觉得拍照这么累，我真的已经累死了。我已经被晒干了，我现在就是葡萄干了。今天天气，我真的我晒黑了两三度，我真的好热好热呀，但我又不好意思说我热。好努力听歌，因为我学不会，我比较笨。喝点饮料，看吧，我特别爱喝脉动的葡萄味啊，不是脉动的菠萝味。换儿歌不行，我就要学，就要学，我要听一万年。谢谢大笑后悔在听到这很生气的蹦迪，谢谢大象在天堂镇，大象后悔在天堂镇很生气的蹦迪。
赶紧蹦个迪，救命啊，我不正常了。相信幸福取决于这首歌叫达尔文，只能让我正常一点。我已经我没中暑，但是我疯了。没有没有，我很正常。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不要走，大家只想给他跳舞。今天我是一个跳舞的偶像。被绑架，我不知道，我今天就很搞笑。这么伤感的歌能跳舞的人，谢谢辽老师，谢谢辽以忘忧的蹦迪。为了美照活着，我真的我真的今天快吐了。但是那两个摄师姐姐特别好，他们就是给我拍徐山岛的那套写真的 staff 姐姐，他们不是 staff 姐姐，他就拍照姐姐，他们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认真拍的。谢谢星际宝贝史迪奇的蹦迪，给你几拳。有事吗？有事吗？有事吗？怎么就两拳？你刷一个蹦迪想让我给你一百拳，你想得美，朋友。我可是打拳是很贵的。谢谢聊以忘忧的蹦迪，谢谢诚挚团结黑白熊的，我都没看清，这是蹦迪啊！诚挚团结黑白熊的蹦迪，谢谢大笑后悔的天真很生气的蹦迪，你们要累死我呀！你们是不是要累死我？一直让我蹦迪，你会多跳跳。想让我减肥，你们就直说；想让我减肥，你们就直说。谢谢我们 K 老师的蹦迪，谢谢我们 K 老师，为什么说 K 老师是谁？谢谢我们的齐老师的蹦迪。谢谢，如果我带着最出生的蹦迪，别累我了，别给我在这儿再刷蹦迪了，谁刷蹦迪，我就把谁，没有办法，也没什么办法。谢谢 hold 住自己的蹦迪。怎么社会摇？我不会社会摇，别跟他们进修一下这个。我热了，我都跳热了，朋友。谢谢江南首席刺客的蹦迪。谢谢单身自闭的蹦迪。别刷了，求求各位老师了，我累了，我累了。谢谢江南首席刺客蹦迪，我决定不要留着这次直播，我好好没有偶像包袱呀，累死我了。谢谢如果带着嘴出的蹦迪，救命，我累了，我累了。
朋友，送点别的吧，荧光海都可以，别蹦了行吗？谢谢，不会灰的，灰灰的蹦迪。刚吃完的自热火锅都蹦没了，谢谢桌子部的荧光海。一秒，一秒正常。我今天妆都花了，出去拍照回来。我跳一跳，本月业绩不用愁。朋友们，我喜欢跳舞，别管我了。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跳完可以再吃一顿。哈，我今天买了一堆。哈，我可不怕。吃完了再吃，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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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不要再刷了，我都已经变成跑圈了。开始运动了，边吃边练。今天还长得还行吧，今天给你两拳。谢谢谢谢 K 老师的蹦迪。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累了，我要睡觉了，朋友们拜拜，我下播了。开玩笑的，看出来 K 老师喜欢我跳舞。K 老师给他两拳，不是给 K 老师几拳，谢谢。是一起的蹦迪，凭什么不给你蹦迪？就不给你蹦迪，烦死了！哎呀，累了！谢谢江南首席刺客的蹦迪。还会喂我，求动图，别录播，我跟你讲，求你们了，别录屏，真的求你们，这是我们的秘密，就是大家看完就过就行了，别录屏，真的别录屏，这样对你我都不好，这样大家就是如果就是这个视频传出去了，哦，谢谢江南首席刺客，谢谢刺老师的蹦迪，就如果这个视频传出去了，就别人就说啊，你们犯偶像就这样。就怎么平时就发疯呢，怎么这样？然后如果我以后变得正常之后，我看这场直播的话，我就会不忍直视的，所以大家不要录屏，就当一个就是一次性的直播吧，这样不好嘛，给你两拳，可这样好可爱。王艳心想连我，你让他连我，今天是大家的迪姐，梦迪姐，我给他蹦个迪，给他蹦个迪，让他害怕我，他以后再也不敢连我。他连了吗？好可怕，我受恐，我害怕连麦，有点害怕，朋友们。看来今天我还不累，今天。幽兰飞沙老师可以点100首歌，我奉陪到底。我的歌迷，飞沙老师，一秒可以换3个表现。对呀，生物阻挡的是我。给尤老师一下跑，尤老师说告辞，100首歌你累了。不，你的耳朵不累，我的嗓子也不累。不，你想听，你很想听。
我跟你们讲，我新拍的生写真的很像淘宝模特。现在让我去拍淘宝，都不会怯场。我给他摆100个动作，10000个动作。你快下属了，你又知道下属。幸好艳照连麦了，好可怕呀，朋友们，我有点害怕了。见我，哎，能看吗？Hello。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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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哎，你能看到我吧？能，刚才看不见，现在能看见了。耶，好久不见！我今天听了你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非常的好听。我看到你给我评论了。嘿嘿嘿嘿嘿！我之前我很早之前去录的这首歌曲，然后最近才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我也觉得。我甚至要为可能是你唱的好听吧我甚至要为了这个歌曲去看一眼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呢，你看过吗？我也没看过，我们可以一起看吗？哦，开玩笑的可以，那我们只能等我去找你看了哦，可以，我随时欢迎你来，我非常的想你过来。已经好久不见了，真的太久不见了吧，我的天哪，我们俩每一次都是，我真的很久没哦，我是不是忘记跟你说了？我换了，当当，啊，当当，哦，它合适吗？这个床单？虽然我是单人床，你买了一个双人的床单，但是我还是把它套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非常好。你好爱我。对，你知道，因为我那天我很认真在套这个床单，我套完之后我说，哎。怎么多出一块儿？后来我发现它是双人餐，双人床单。但是因为夏天很凉，就盖不了热被子嘛，我觉得盖个床单都可以了。所以，哎，怎么正在说？你可以买一个双人床，等我去北京找你，我们来一起看。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各位观众，开玩笑的。没事，没关系，我们可以住我这个1米9的小床。现在粉丝觉得我不正常，你知道吗？是因为就是我不是发了那个条抖音嘛，然后那条抖音是我最火的一条抖音，就是我们的孩子。我看了那条抖音，我真的，我因为我那天本来是要睡觉，后来我房间就有人说让我去看抖音，然后我就一点开看，哦，但是那个小孩还是很好看的。我们下次等出新特效了，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女孩。哦，对，他下次可以做一个女孩吗？我总是男孩子。女孩。哦，当然我也是都喜欢啊，但是我想看看女孩子长什么样子。我们的女儿也一定会很好看的，对不对？嗯，确实，这个要像我了。必须像你，但是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真的。跟你一模一样，我甚至觉得我没有参与，真的，救命啊！笑死。但是那个，啊，对，这是我们上一次。天哪，我们两个不会真的要8月份才能见了吧？我也觉得不会，不会只有夏天的时候才能见面。了吧，我们难道要在最炎热的夏天相见？没事，这样就可以合影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合影好少啊，很少，确实我们要多出去溜达溜达，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互动的素材，我们甚至素材都很少，救命。对，想见你，想见你。对，我们异地真的太惨了，我觉得是真的太惨了，而且我们拍东西什么也没有办法，就是一起或者怎样。对，也没办法拍的特别的精致，然后我们也没有舞台。如果我们有舞台的话，会惊艳死大家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怎么道歉的方式比你说话都快？开玩笑，开玩笑。他冒犯到。没有没有。你们发现我染了红色的头发？我早就发现了，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是吗？就是你第一天染完你直播就发现了。
Oh my god！对，我真的，我染完后面，哦，对，我染完就直播了，因为我当时就想，我说夏天呢肯定要换一个发色，然后就去一狠心一跺脚染了一个红的。你的发色好好看，红色。好色。我觉得很好看，很女团，是吧？因为它这个红还行，因为它没有那么亮，然后又还挺好看的。但是我染红色就很像红孩儿。不会的，我猜的，没染过。你不会的，不会的。好的，有机会我也染一个。我给你染吧，我最会染头发了。真的假的？我真的很会染头发。我这个是在外面染的，但是颜色已经掉完了，我就买了红色的洗发膏，然后就那个护发素，然后涂在上面，然后涂完就染成这个，比我出去染的还红，我真的救命！哇哇哇，好牛！嗯，所以我就是，那我们还是得再等待一段时间了。我本来因为最近打算去环球影城，我还在想我们俩的环球影城计划什么时候能实现？还有我们的。哦，对，迪士尼，那我觉得肯定是先实行迪士尼了。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因为环球影城肯定要很久了。那好吧，那就只能我过两天去玩，就是前跟你分享一下玩后感。好的好的。我想开始拍自拍，你可以多拍照片，非常喜欢看美女的照片。OK OK， 我直接独家分享给你，我谁都不给看，独家分享。我们两个人在环球影城视频聊天，救命！羡慕吗？大家羡慕吗？我们俩直接视频聊天，救命！怎么会这样？大家都没有我的视角哟，大家看不到我，我不正常了。天哪！哎，你们今天没有演出吗？没有。哦，我看到你我就很开心，嘿嘿，非常好。那等到你就是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叫我出现一下，这样子你就开心了，你开心我也开心了，救命！主要是这次是你主动的联动我，我很开心。真的。对。因为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哦，对，上次我们俩说了，就是看到谁在直播就要主动去连谁了。哦，我要主动去连你，我上次说的。哦，对对，所以我很开心，我很幸福。你播了多久了呀？我播了应该半个多小时了，快，因为我刚才还吃了个螺蛳粉。本来他们说你会在直播，我心想吃螺蛳粉跟你连麦有点不太好吧，我就吃完了再过来。我甚至他也不会传过来，我甚至还补了个口红，哈哈哈。非常非常的隆重跟我连麦。其实我觉得你的素颜更好看。很难不赞同这句话。才不是呢，太难过了。我跟你说哦，我给你推荐一个，这个美瞳吧。什么颜色的？是，它是绿色的，但是它的名字是蓝色，真的很好看。你喜欢戴浅色的吗？但我感觉你戴的都是深色的。我都戴就是酷杯同款，就是黑色的。酷杯同款，哦，对，我感觉你要戴酷杯同款，我的天哪，我大美瞳。不过以后也可以尝试，多尝试别的样式。哦，可以，因为我们，哦，对，可以之后再尝，因为我之前也是，其实我之前也都戴的那个就是棕色或者黑色的，但后面因为染了这个头发，戴棕色黑色就不适合了，然后就换成绿色。对，就适合戴浅色的。嗯，对，可能就是红配绿吧。对，好看，好看，就在舞台上一定会更好看的，因为现实中看不太出来，舞台上一定很好看。嗯，或许是。希望有机会我去北京看你公演。哇，那我可太期待了。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线下呢，因为最近因为疫情，今天我们是去那个异空间云公演。哦，我们也一直是云公演。云公演，因为最近还是没办法开线下，再等等吧。
没事的，等疫情好了，我们就可以见面，就可以完成我们所约定的那些事情。我们俩真约定太多了。你的粉丝来说，前一秒你还在蹦迪，结果我们俩连麦，你瞬间乖巧了，救命！是的，你治好了我的发疯。谢谢你谢谢我。救命啊，怎么会这样？一秒乖巧。他们上面说你是我的药啊，救命。那是什么话？好怪啊，粉丝们比我会多了，你们删掉我来说。怎么会这样？好乖好乖，对，我会这样。哎呀，但是还挺巧的，今天一起直播嘞，我觉得感觉好久。你今天有公演吗？嗯，今天公演结束。我跟你说，我今天公演的那个地方有32度，就是因为楼上没有空调，我在32度的那个屋子里，然后就是在舞台上跳完就回去，我浑身都是汗。流完汗都这么好看。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你会说这句。我这是防不胜防。太会夸了，救命，真的很热，救命。没关系，等你来这边我肯定给你开最冷的空调。我房间正好我的空调坏了。啊，你空调坏了？我可以去你房间避暑吗？避暑啊？那你房间空调坏了，你肯定得找市长赶紧修好呀，不然夏天可太热了。但一直修不好，我就去小马房间打地铺。啊？又那赵天元也不能在房间睡了。所以为什么打地铺呢？是因为小马去了广州，然后赵天元住在小马的床上，我只能住在地上，因为我要手拍得，我不能跟赵天元一个床。啊，那也太，你空调坏了这也不行呀，你要不然就是在你隔壁人的空调那儿绑一个管子通到你的房间，把这个凉气吹进来啊。这那这也不行呀。那可是小马过一阵子回去了，那你们两个人打地铺，你们三个一起住？对，我们三个就小马住床，我跟赵天阳打地铺。哎呦，那也太……哎呀，那你们，你可以去，可以去我的清空那里去，你去十三那里住，让十小爱下来，让十小爱打地铺。今晚我就转告给十小爱，我就说你的朋友孙小燕说。他有地方打地铺。我那天晚上还去他们房间跟他唠嗑来着。对，我觉得他那个房间大一点可能还好，主要是你空调坏了一年了，这也不行呀。你怎么知道我坏了一年？你粉丝说了。啊，确实。哎，那也太恶劣了，我实在是想不到办法怎么治好这个空调，救命！我现在去百度学一下。我现在去学一下。我可以晚上就是睡梦中去你的梦里，去你的房间吹空调，对吧？要不然啊，要不然我现在就把我房间空调关上吧，我和你共存亡。那我们的温度不就更加升温了吗？醉了醉了，正常一点。我俩好怪，救命救命。温度太高，还是你开空调吧。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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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房间还能开空调。都给算要整不会了。你给我都整不会了，我已经不知道了，怎么办？我最近也要多去网上学习一下，我下次要跟你整不会了。我真的是，我不能被打败。这次我成功了，下次等你来把我打败，可以吗？对对对，下次等我来把你打败。怎么会这样？那你
那你好，那这场直播将在我失败告一段落。那你和你的粉丝聊天吧，我也聊一会儿就下播了，我们有事儿聊，嘿嘿，拜拜。好的，你挂吧，要一直一直做好朋友哦。你挂吧，我们挂吧，我们俩三二一，好，三二一，拜拜，拜拜。拜拜，你怎么挂？我本来想套路一下你，就是比如说你先挂了，结果你也在等。我们必须挂，三二一，二一，拜拜，拜拜。刚刚谁给我送蹦迪？你是不是想让我不正常？是大象吗？谢谢大象，后悔在天，这很兴奋的，不是？谢谢大象在啊，谢谢大象在天这。不兴奋，谢谢大象后悔的天，这很生气的蹦迪，居然没有蹦蹦了呀，浅蹦一下就不叫蹦迪了，你真牛。连个麦给我们的小燕，这不会了，你错你的错，你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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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师知道的还是不是你们去告密？是不是啊？我现在已经就是冷静下来很多了，我已经不那么不正常了。好可怕。这个慧心，你跟我去一边去。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慧心，谢谢我们的慧心的蹦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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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又让我蹦迪。这个慧心测试一下是不是真正常。不正常是自己说，你们可没说。我要笑数了，但是确实有点累，多少有点累，些许有点累。只一场播等于跳了一场公演，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只有穿黑色衣服直播才好看，我穿白色我就很黑很黑，因为我真的晒黑了。晒黑很多很多，我真的正常了。不过我跟你们讲，我开直播前我就不正常了，我开直播前我就开始手舞足蹈了。一个蹦迪嗨五秒，对，谁能让我嗨得更久一点儿？给你们蹦一个小时。谢谢幽兰飞沙的蹦迪。有毛病吧，给我下蹦迪语，有毛病吧。我的幽兰飞沙老师，这是几个蹦迪啊？我不知道几个蹦迪啊，怎么我的鸡腿一直往上加呀？怎么飞沙老师给个解释，怎么回事？你让我蹦死，你让我蹦死吗？谢谢幽兰飞沙老师的蹦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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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我不知道，一个五秒，这是几个呀？哇，这么多个蹦迪！谢谢谢谢，
我已经要累死了，都看不到我惊为天人的脸庞了。这么多个蹦迪，看得我眼花缭乱。这个音乐不够嗨，这也不嗨，其实。谢谢，怎么这么多个蹦迪呀？我已经眼花缭乱了，快点告诉我，这是多少个蹦迪？我不知道。哦天哪，这么多个蹦迪，我数都数不过来了。没有数到十几个蹦迪，我就看到特效一直在往上走。别提，时间没到，有人给我连麦了，我要正常，被迫正常。一位前辈晚上好。哈，我们这么熟了还叫我前辈？不不，你就是，哎呦，不是，我该怎么跟你说呢？就是，就是虽然说就是这么熟了，然后就是说在微信也有一直聊天，但是还是得要前辈。是的，好有后辈的礼貌。不是，不会有人不喜欢小后辈叫前辈吧？对，不会，因为这样显得我们很生疏。你可以叫我慧慧。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东西。叫什么？再听一遍，什么？叫我慧慧。我要是叫了，很肉麻吗？慧慧。会，我要是叫了会不会被说呀？慧慧前辈。不会，不要叫我前辈，叫我慧慧。真的吗？真的。你确定吗？确定，叫我慧慧。等一下，我怎么叫不出口？等一下。你不会刚刚跟我们小燕前辈说的时候也这么说吧？你可以叫我慧慧呀。没有没有。他叫我李慧儿。不是，你们为什么？你们怎么回事？等一下，不行，我一会儿要跟我们孙小燕前辈去提议，不行，这怎么回事？没有，我们就是越熟的人越叫大名，所以我们也挺熟的了，应该叫慧慧才对，不能叫前辈，前辈就太远啦。好吧，慧慧，等一下，好奇怪哦。因为这样听起来我很小，年龄很小。会不，那真要是之后我们青春盛典见的话，我在那里就是在那大喊一句慧慧，我们能合照吗？是不是很奇怪？别的人会不会都回头这样看我呀？不会的，不会的。你可不要坑我。对，我都没有看过你本人。哎，我们一直在网上，我们一直就很像那种就是网友一样。你对我的本人期待吗？期待期待期待。你可不要在那说着期待，然后背地里是在说什么东西，这是在干什么？我很喜欢看你跳舞，我在 B 站上看过你跳舞，就是说死了，不要再看了，从今天开始就把这个 B 站这个东西卸载掉，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看了，笑死！你都看我些什么东西啊？我突然害怕了。应该是云公演吧，就看过的那个。哎，不是云公演哦，我在朋友圈看过你发。我社恐呢，以后估计不会再发了。别，我喜欢看，我也非常喜欢更新朋友圈。我看到了你，就是，但是不一样，你是美女更新朋友圈，而且你每次跟的图片都超级好看。就是我死了三天都不一定拍出这么好看。你才是美女。不，你才是。你才是。不要，你是大美女。你才是。不，你是。你是。承认吧你。我不，那是你是。他们说让你教我跳幻境。可以。我可以手把手教你，当面来。你手把手教我哪首？青春盛典，我教你火柴梗，真的。你不是你，等一下，我一教就上来就是一个这么高难度的吗？我可以教你盗版的，盗版火柴梗。我怕你，我要学那个曼陀罗。曼陀罗，我也可以教你盗版的。那说说吧，除了盗版的，你正版你能教我什么？我可以教你正版的《深海之森》，想学吗？《深海之森》不想，不
想，我想学那个，我想要就是有点挑战性的前辈，不对，慧慧，你唯爱盗版，唯爱盗版舞蹈。你我就喜欢那盗版，你知道吧？叛逆，叛逆，非常可爱。你不是你今天怎么不对？你跟我认识的那个不太一样啊！我一直都是这样，你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兴奋。是的，是的，因为是你让我燃起了兴奋之火，你一连我就十分的兴奋。我觉得哦，听懂好受欢迎啊，好多人跟我连麦，好开心。你怎么了？要不这样吧，你要不冷静一下？什么？你要不冷静一下？可以，我们下次见，我们下次见。真的吗？我们下次就直接线下见吧。可以，线下见，我肯定是一个正常的人。不会线下见的时候，我们俩都超级社恐吧，在那里。不会的，我们不不，我有听说过，我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们北八的李思奥。啊，知道。他说他上次去上海的时候说他和我们张成义前辈，然后说旁边还有一个李慧前辈，三个人都在角落蹲，是特别社恐，说三个人在角落里面面面相觑。我是网络上重拳出击，现实中唯唯诺诺。那完了，那我们俩怎么办？我也是这样啊。我们俩可以拍个抖音，就是那个星星脸，就是在网上拍，然后在现实中就很尴尬。现在聊这么嗨，然后到时候线下两个人，前辈好，你好呀，好，然后那就这种，你知道吗？我要笑死了。那到时候你要跟我拍那个拍立得。哦，可以可以可以。我要带很多张。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拍100张。不会，不会，不止跟我一起拍吧，会跟很多前辈一起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不是我的专属，我不要也罢。什么？你居然要专属的小后辈？当然了。你不会也有很多专属的小后辈吧？就是你跟每个人都很专属，跟每个人都这么说。没有，只对你有感觉。什么东西？你竟然为什么这样啊？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你怎么了？没事。啊！哦，我房间不是小后辈。不，你是不是除了我，你还跟很多小后辈都说过这句话？说你是不是只能跟我一个人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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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比如，为什么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比如，为什么？因为你很特别。我特别在哪儿？我特白是吧？你看他说不出来，他说不上来，他就是有很多备胎，他就是有很多备胎小后辈。这么多小后辈，只有你让我词穷。其他人都会相信，只有你不相信。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王彦希就是比较叛逆，你知道吧？他说不上来，家人们，他说不上来，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就是特别之处，就是说不上来的特别，无法用言语形容。他们这里说小贝出警了。怎么不算特别呢？就是我们小贝有没有在就是直播呀？有没有人把这个剪个 cut？ 然后呢，小贝就在旁边重拳出击。真的假的？真的，他就在我旁边。他是备胎，他就在旁边。对吧？你看，你旁边就是已经有人说都是备胎哎。没有，你是我的特别，我是他的特别。出警吧。出警吧！他说他粉丝冲死我，他让他粉丝冲死我，来贝船的粉丝赶快冲我！不是，今天就是你是不是就是刚刚是跟我们小燕前辈连麦的时候是连嗨了吗？我跟他连麦很正常，就是跟你不正常。什么？等一下。
跟小杨前辈连麦很正常，跟我不正常，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没有。因为我觉得你看完你觉得我也不正常。我觉得你看完这样的我，你会更喜欢这样的我。我确实更喜欢我，相当于是今天又见了一个新的一面，你知道吗？以前你在我这里的印象是社恐美女，就是社恐日系美女，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是社交恐怖分子。你是社交恐怖分子。那我更兴奋了。你连吧，不你播吧，我觉得我觉得我想去冷静一下，你在我心中的印象。拜拜，欢迎你挂吧，你下次再找我连麦。好，拜拜前辈，拜拜拜拜，爱你哟，拜拜拜拜。你挂吧，你挂吧，一起挂，我们数三二一。好，你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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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播到我太兴奋了。啊？你也是我的特别。录下来写给王彦鑫。我最心爱的小贝，坐旁边来。赶快开直播跟我连麦比划。完了，我太兴奋了，我已经、啊、谢谢幽兰飞叉老师的蹦迪，没想到你这么喜欢看我蹦迪呀。我不正常，到底是几个蹦迪呀、啊、到底是几个蹦迪呀、啊、数不过来了。两分钟，切，两分钟很久吗？两分钟我分分钟就完事儿了，两分钟就很简单，我一看我就等于跳普通的跳一首歌而已，一直蹦就完事儿了。换首歌，他都不嗨呀，这些歌听一首嗨一点的歌吧。你别放出来，背出寒放外放。对不起，我话太远了。甜妹蹦迪。切歌，烦死了！谢谢你的蹦迪，烦死了！突然切歌，谢谢，大鱼的你们嗨，我累了，我累了，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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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你，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我用爱为你打的贴身耳机，喊你，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那么六颗星。让心底微笑哭泣，放心会有你，贴着心贴好近，每分钟零距离，甜甜蜜蜜，表情累了，家人们，甜言蜜语大都写日记，甜蜜的心充满
不会唱这首歌。微笑，喊你喊你，喊你喊你，哎，累死我了。喊你，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戴上耳朵，我用心在听。我用爱打造打造贴身耳机，看你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慢慢留颗心，往心里微笑哭泣，放心会有你。每分钟零距离，甜甜蜜不会唱了，两分钟到了吧，两分四十八秒了，你欠我几个蹦迪。超了朋友们，谢谢马尔多的九十九个爱兔荧光棒。累了累了，已经超两分钟了，都给我跳热了，累了，休息一会儿家人们。谢谢领导叫我加班，我说不的蹦迪。喊你喊你，好了，一个蹦迪时间，算赠送的，哈，好吧。开心吗？大家见过这样的我吗？没有，大家绝对没有见过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是安静公主，我是安静公主，朋友们，我现在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安静，人送外号安静公主。我是安静公主，你不同意吗？你要跟我 battle？ 你有事吗？因为平时就一言不发，就很安静，然后就直播的时候看到特效才会嗨起来。从此以后我是安静公主，谢谢大家的认可，把这个称号给我。听达尔文都能蹦迪，对。我真的热了，本来就没空调，你们还这么折磨我，你们要哪样？是不是人家不花火就把别人当傻子呀？更热了，这下我的刘海都蹦塌了。都不美女了，我跟你讲，我刚开直播的时候，大家进来谁不叫一声美女？现在谁不叫一声安静公主？我的形象要崩塌了，我维持一下，摆下造型。晚上好，你来晚了，机器人四十一号。你来晚了，你错过了好戏，确实安静。家人们，来晚的粉丝们，就来晚了吧。我已经没有心情再给你们蹦跶了，我已经没有体力了。说实话，就是有心无力呀，朋友们。我有心无力，我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朋友们，我已经说不出来了。你错过了不同的我，我要笑死了。我现在就变成半脸美女，相当于一场公演的强度。
是的，家人们。家人们，我好多鸡腿啊，家人们，你们能想象吗？你们猜我现在有多少鸡腿？你们猜我现在绑，我现在总和鸡腿有多少吗？你们知道吗？你们猜不到。我这真的是用体力换来的鸡腿。我给你们念，别吓到你们。我现在有9250，我有9250个鸡腿，都是蹦来的，朋友们，9250。谢谢41号机器人的蹦迪，谢谢你哦。打工甜美，我白天要出去拍照晒太阳，晚上还要打工，我真的很努力了，朋友们。专播直接洗澡睡觉了，对，我家人们，我晚上睡得一定会很香的，一定会很香的。我还睡得着吗？睡不着。我晚上要在我们中心给家成员蹦迪，我挨个在路上揪到成员就给他们蹦迪，做梦都在蹦迪，对，容易吗？我可不动了，累了累了，我累了，休息一会儿，我们安静的聊天吧。我是一个安静公主。李老师明天会，我会唱明天你好，欢迎点歌。虽然我累了，但是我嗓子不累。欢迎我们的幽兰飞沙老师点歌，欢迎欢迎。我的美颜刚突然消失了，我好丑。明天你好来了，明天你好。但是直播唱他声音好小，直播唱声音我太不容易，我真变成了安陵容的嗓子了。我喝口水啊，喝口水润润嗓。但是我觉得刚蹦完就让我唱这么安静的歌，你真牛，你真牛。来，没事唱吧。哎呦，差点点连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们想听正常版还是不正常版？哦，我只会唱正常版。没有小话筒吗？但是我离得很远，大家听不见，我只能这么近呀，朋友们。开不了嗓了，我嗓就长这样了。唱跳板吧，你真的是要求很多呢。点的歌只能唱歌，不能加唱跳呢。哎呀，我怎么不会唱了的呢 ？Sorry Sorry。越渺小，从并肩奔跑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都害怕。我唱不上去了。迎着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跌倒，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嗓子有点干。
该是什么？谢谢马二兜的荧光海，谢谢你202020506352216K 的荧光，不是不荧光棒。我好好唱了，第二段好好唱，陆老师好好唱了。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忘记分前的伙伴，沉默着等着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总害怕黑暗中跌倒，我想一想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越想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美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好成为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别提醒我，我勇敢是什么？但我今天唱的不好，嗓子劈了，我感觉，就刚嗨的，我跟你们讲，就是我太嗨了，嗓子劈了。宝娟们，还我嗓子！宝娟们，我嗓子劈了。但是我还是很想唱歌，但我突然发现唱歌比跳舞还累，我刚刚就是这样一直在谢谢大家蹦迪，但是我就是觉得还没这么累，但我唱歌觉得我嗓子很累。谢谢幽兰飞沙老师的明天你好，明天你好，被你们毒哑了，给你们看我的相机，我的老古董，拿着给你们看看，我的老古董，我的老古董，我的当当，但他要放他要放电池。蹦迪里有毒，你们已经，你们是不是就羡慕我优美的歌声？不是，是不是羡慕我的歌声把我毒哑？换了一个，没有换，就是他就是修好了，修好了就修好了。但是我今天带出去，他就在就在外面暴晒，不知道他还。没有好，他应该还好吧，开了。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老古董，但是我没放，但是我没有放那个，但是我没有放，没有放磁带，还有磁带呢，它是可以转的，高级吗？看看你们自己。哎，高级吗？看看你们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是效果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更新的机子。但是我这样照还挺复古的。哎呦，完了，它是不是坏了呀？好烦啊！它不是又坏了吧？等等，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怎么老是有显示？把这个摘了，把这个摘了，再看看。嗯，我重新开一下啊、哦，朋友们，它是不是又坏了？不会的，坏了我们再修，让我再重新开一下。我们的小相机
完了，他还带触屏的。你知道现在他上面显示我们是什么年代吗？欢迎来到2004年。哎，我还没出生哎。你还没出生吗？04年也没出生。完了，他真的有点坏了。天哪，相机比我大哎。当然，他就真的很古董，他是那种千禧年的机子，他已经无法治好了。哦，可以了。没有坏，没有坏，家人们没有坏。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它这个小按钮是因为我没有放磁带的意思。好的，我再研究一下吧。现在没有学会，还没有拍，等我学会了给大家拍，可以吗？嗯哼。但我很开心，有这个相机，我真的很开心，我也可以拍好看的视频啦。索尼的。真的，它是2004年的，好像是它上面时间设置是2004年，可能瞎设置的吧，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啊，我给你们看我磁带，今天我拍照出去没来得及拍，买了呀，磁带，就是那种就是摄像磁带，我买了6个，很复古，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复古的物件，我真的很喜欢，可能我是90后吧。可能我是90后，二手的当然了，一手的都市面上没有了，它肯定都是用过，就是那种零几年的。没买松下的呀？没有，我只是就在网上看很多那种就是特别复古的那种视频嘛，然后我上次拍的就是用索尼的相机拍的。是索尼，那时候松下最棒，我只在网上看，我都不懂，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小孩，零几年的时候我还不懂呢。磁带是一手啊，磁带是它就一次性的吧，就是放完了之后录完之后，这个磁带就要再换新的了。我都不太会用，我还要跟那个就是卖我相机的人学。真的吗？可以重复用？不知道。哦，我是在网上买的，当然肯定是比市面上卖的要贵一点。我怎么突然这么正常？我都不太习惯我这么正常了。贝传今天一直给我点歌，他要点你要的爱。但我不太会唱。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我今天在世博园拍照，没有，我今天去一个游艇的地方，一个船啊，可以啊，你随便。虽然不曾怀疑你，爱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直到在你怀里怀疑。我也不知道是哪，我是坐地铁去的，到那个叫什么灵照新什么地方下，给你们看我的项链，好看吗？
是一颗星星，我真的很喜欢星星，可爱吗？可爱吗？不许说不可爱不好看。谢谢机车机器人四十一号的阿翠英文棒，我当时特别喜欢，然后但是我问到它价格，我觉得挺贵的，但是我很喜欢，就也还好吧，也不是很贵，然后但是呢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买会后悔，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买下来，我觉得很好看，是吧？原谅我，你不是在直播吗？就要买点什么？对，我觉得也是。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富江的那个手办盲盒，其他就没买什么。但是我最近反正在网上买了很多衣服。我算是明白了，只要不蹦迪的也不嗨。朋友们，我的会粉们，我也是会粉，真的假的？我真是会粉，把你踢出去。什么好吃的？天天装我的粉丝。我就是你的粉丝。什么好吃的李先生？这个不是哦，我有鸡爪是吗？是买的。什么味道的？什么什么酸？那我让你去。哎呀，离我远点！你要去那边，要不然我会没有思绪的。好，我只会蹦迪了。你是开直播？你是开直播还是电台？哦，电台啊。电台无所谓。开直播，开直播就要来这边。开直播就来。开直播你肯定要来这边，你知道？电台你，电台你都可以在哪？我跟你们讲，我记得就是我有一次跟飞船一起直播，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跟你们讲，因为我的思绪就完全跟着他走，就是我能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我就一直在听他在说什么。他开了电台。但我现在竖起耳朵听了，对，我真的，我以前在 CKG 就是很多人直播，我绝对不知道自己聊什么了，我就会听他们在说什么。对，贼一来这儿，来。来这儿得意，哎呦呦呦，得意直接蹦我的怀里来了。哈喽，小小招财猫，他跑了。让我一脸毛，可爱吗？得意。算了，得意肯定弱，但是我一抱他我就一脸毛，真的是，我真的太痒了，我救命了！虽然他很可爱，但是我平时很少跟他抱他什么的。真的，它的毛全都贴到我脸上了。
得意的笑怎么唱？得意的笑怎么唱？来了，又点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得意的笑吧。怎么了吗？叫你说说。居然不是情歌王。华人帮被我气死了。你们竟然还在听，还在听我直播，以为你们都跑路了。我瞎唱，我唱瞎。哎呀，天哪，好痒啊！我一脸毛啊！救命！又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你大声吗？东西什么的思思不在去，世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恨那什么关系？穿浪潮脱自然心。一回回头，一回回头，明天做的事是不太会唱。那天气最好，快乐难找，我潇洒的过着飘飘的道。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秋的一束逍遥。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把酒当歌成今朝。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秋的一束逍遥。我竟然会唱，震惊吗，家人们？没有，这要弹舌唱。得意的笑，我第二你的笑。咋唱？又来一段。怎么还不开始？又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间的人间多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那什么关系，花到传来自然情，也会回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最好，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就在一声的逍遥。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把酒当歌成今朝。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就在一声的逍遥。好的，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得意的笑，一定要得意的笑，无论如何，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 emo， 一定要得意的笑。遇见敌人，我们得意的笑；遇见仇人，我们得意的笑；遇见好朋友，我们也得意的笑。谢谢悠然飞沙老师点的《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我厉害吗？我以前唱过这首歌，也是粉丝点的。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笑吧哒哒哒哒哒。
笑鼠了，笑鼠了。完了，他刚刚特效又没有，他一会儿特效在我脸上，一会儿特效没在我脸上，还让我一会儿丑一会儿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这样？我真的，我不会，他们真的觉得不正常吗？就是我直播这么不正常的直播，他们跟我连麦的成员不会真的觉得不正常吗？应该不会吧。不会吧。我最近特别喜欢的牙齿，因为我觉得很可爱，你们觉得呢？因为我拍那个就是新的那个叫什么私服生写，我刺个牙特别可爱，只能看到我的大门牙。耶，特效无和有都是区分美晕和美鼠，只是区分美晕和美鼠。哦，谢谢一武老师。我看我播到几点，我累了。朋友们，我累了。其实我开直播，就是刚开直播的时候还有点困，后来我就跳嗨了，些许累。比我平时直播累。但我老是想跳舞，怎么办？谁来制止我？早上跳舞怎么办啊？我们来听一首斯巴的歌吧。这首歌但我不会跳这首歌，放学的铃声响，没到呢，我只今天听了一下。我给你们讲，我7月2号就上插队的公演啦。虽然我还没有学呢，一整场哟，有你呀，有我呀，有我呀，你呀啊。这不正常我。不过我的尤尼特好像是结伴。怎么还不到？好嗨，但我不会跳，害怕。谢谢悠悠仙人掌的蹦迪。
今天又确实其实有点不兴奋，但是我只有一周时间，需要一整场。但是我们好几个人都是一起，都是这样的。我笑死了，我好怕这个视频被剪到 B 站哦，但他也不一定会看我的录播，好可怕！哈哈哈哈。怎么说？7月2号，7月2号有三角函数，7月3号有幻境。我要笑死，还在。那我就前播到1:30吧。德意一直在我旁边舔塑料袋儿。他老是舔塑料袋。因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的。插队公园上。所以刚问我说我的 UNIT 应该是结伴，他一直舔塑料袋儿。7月2号，我的脸上好是擦的吗？不告诉你们跟谁看，那我辛苦了，真的，我这周会很忙的。是一整场，每一首歌，每一首歌还有一个 UNIT。当减肥了，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还是很愿意的，在舞台上发光。我头一点不秃，我只是就是刘海头发很少，然后后面头发特别多，真的，真的真的，怎么你们都是眼表情冠军吗？怎么你跟什么聊友网友在跟机器人41号在 battle 那个眼表情冠军吗？是吗？是吗？是吗？我的脸都痒，天哪，我的脸好痒，痒到无法容忍。好热呀，卡卡来一堆新粉丝，我希望，但是
就是有粉丝我会很开心的，然后没有那么多粉丝我也不会气馁的，因为本身我去参加为什么，我说本来我去参加插队的公演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希望能够让我的粉丝多多看到我，然后也希望能够有新粉丝认识我，减肥为主，没有了，就是真的希望能够就是露脸的机会多一点吧，哎，真的这样想的。我是从去年就开始申请了，从去年11月份，因为我觉得确实应该多刷刷脸了。不用开心，不用开心。我知道，切割了。慧慧。嗯。这边的网络是啥呀？我哎呀，门口贴着密码，但是我忘记了叫什么2205。但是我们房间的网。叫什么205？我跟你们讲，我们房间啥都不好用，空调不好用，马桶不好用，然后这个网络也不好用。得意的猫，我真是服了，就是我的满脸都是。脑子也不好用，真的啥都不好用。我真的，我给你们讲，我真的，我都睡不好，因为太热了。然后我都去小满房间打地铺了，怎么可能都是被我用坏？他就是快坏了，就是快坏了，顺便正好是用到了。因为我就其实我很容易用坏东西，就是我一插赵天阳的充电器，它赵充电器就坏。昨天我一插就充电器就坏了，然后我就给他下单了充电器，然后后来呢我就不死心，我一用又好了，我操，必须都吸进去毛了。我跟你们讲，我每次直完播。我的腿都不能行走，因为我每次直完播我腿都会麻，但是电台就没有这种困惑，电台都就是很正常，因为电台我可以躺着播，但直播不可以。好的，感谢幽兰飞沙老师的点歌，让我们放一下。哎，慧慧，我说我今天喜欢听那首歌叫啥来着？你要的爱。开始了，爱你。我是一个敬业的偶像主播。欢快的歌，我要带入情绪。有有有有，一点歌我就面带微笑。还有也有那个什么安静的歌。啊，那是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你可以想象一下，却有人
出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方向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风吹雨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要想多一点点的我能真的看见，空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的纪念，爱你好做作呀，谢谢阿翠棒棒，我不会关这个播，我粉丝都哭哭疯了吧，以后戴耳机唱，没有戴耳机，戴耳机不行，耳机是我能听到声音，就是有耳返的功能。在发不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给你微笑，想想想我说的话是不是能听进去，明明会再生气，却又止不住猜疑，在我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来着你，说白的情话都是一个，让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再说出一遍，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天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慢慢的愿意感觉两个的世界能够贴近一点，啊哈，说白的情话多说一点，唱不上去了，有线的，对，我没有有线耳机，我到时候买一个，哈哈，少来，你们少来，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多一点多一点心甘情愿爱你，慢慢发现我心甘情愿，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爱你，爱你，爱你！美颜又消失了。我跟你们讲，我去，2020年直播最好看，因为当时美颜没更新，就比现在好看多了。我现在都一般好看，就这你们都过呼吸，就这你们就害羞，就这你们就受不了，就这你们就觉得靠得好近，就这。谢谢悠然飞沙老师的点歌。要是那天敢看我一眼，嘘嘘嘘嘘嘘嘘嘘，有没有人监督他，让他不许看？没见过世面对吧？这样都搞不定你，就好像在那花园里，突然就失去了某朵花的消息，哒哒之间，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去他家里见。我明明很哎，那就是那什么呢？初恋小道怎么唱来着？忘了。起这么早还这么精神？对呀对呀，而且今天就是我昨天忘了做核酸了，忘了做核酸。我今天早上9点就去做核酸了，然后做完核酸之后我就化妆，化完妆就去那个拍照，拍完照之后我就拍完照回来已经9点了，然后9点了我就吃个饭就开直播了。我真的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我真的起得好早呀，而且我每次都很积极，我跟你们讲我从来不迟到，就是约几点我必须提前到，我真牛，好敬业呀，对呀，所以我的口碑非常好。那我就是他们每次都会照拍很久，因为我真的不怕晒，不怕累，不怕辛苦。吃个饭2小时，没有啊，吃饭然后加上看会手机，也不能就吃完饭就播吧，这样的话多没有体力呀，要消化一会儿再播。
很多人都愿意找我拍，我都拒绝很多了。就今天有一个，就是今天不是晴天嘛，有三个姐姐找我拍，但是我已经答应两个姐姐了，就是剩下两个姐姐，然后我就推了三个姐姐。有一个我是特别想拍的，她名字叫青葵，然后拍的特别好看，但是我没去，因为我们要遵守承诺，就是我们先约的哪个就应该去找哪个姐姐拍。今天就是确实挺累的，但是就是后面有很看好看的花絮，我就还是开心的。但是我今天真的晒黑了2度，现在这个有美白的效果，但是我的胳膊真的非常黑，黝黑，就是拍完了就立竿见影，我就觉得我的手就红的发黑，就是那种黑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就是状态没那么好，就是拍照的时候那个太阳很刺眼，就一直眯着眼。后来快结束之前，我状态还变好的。付费免费，我坐车不要钱，我就坐车去打车去呢。有时候身上不出，身上擦了，但是它不是半个小时它就会消耗吗？哼，我要天，就是他们拍照就要上千，我要贫穷死。如果每天都在拍照，但也没有每天都拍照，我只是偶尔，而且去年拍的多，今年都没怎么拍。去年天天几乎都在拍照，但是今年是我需要照片的时候我才答应出去拍照。我上次就是有一个姐姐拍了很多四八的成员嘛，然后她上次约我，然后后来我第二天就是不是有那个排练嘛，然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我说第二天有排练。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她拍了我前辈，就是当时我没去成，然后她拍了我们的前辈，好漂亮好漂亮。乐乐说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好像是不能不收费拍吧，我也不知道，好像都得交钱拍写真。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但是如果对就不太能说。对，东北那次差点冻死我，每次就注射我爆炸头。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我跟你说，只要你看我，情话多说一点。I will always remember. Day you kiss my lips. 我们先有灵犀，放一首老歌吧。看看还有什么歌。被子反过来是一个流行的歌，秒变非主流，这样唱。哦哦，你童年听这个，我觉得你还挺小的吧。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也哭过笑过痛过之后，只剩再见你的眼泪，湿了脸。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竟然是这种感觉，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好，就要一点点慢慢的死掉。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了。 The day you went away， 大家让我心碎了。大家我蹦完迪，大家就不搭理我了，大家就跑了，大家不跟我讲话了。对，今天是心碎之夜，我已经开始流泪了。我看着你走过街，还穿着去年夏天我送你的那双球鞋。有点困了，好的，我也快下了，那我们跟米萨打。哎，我突然又失去了美颜，口袋四八，怎么回事？老是给我美颜掉了，是不是想让我的粉丝发现我的丑陋？
that gave you it, yeah. 谁没哭都给我出来打50大板。我可真的很爱林业呢。防止扰民，我们选择假唱。谢谢爱兔荧光棒，再爱就不礼貌了。伤感情歌。怎么情歌王又给我安排上了？情歌王又安排上了，朋友。我今天真的很不正常，我今天是一个不正常的李小李慧慧。想下播就唱，漏想下播。你的达尔文何时能打榜？下一期直播。不过我这几天一直在听达尔文。真的离婚？我不是这样吗？平时我平时一直是这样，我私下里就是这样的。震惊吧，震惊吗？得意，得意又来了，得意很爱我。怎么？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我？采访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喜欢文静的我，喜欢多愁善感的我，喜欢 emo 的我，喜欢开心活泼的我，还是喜欢这么有病的我，发疯的我？得意，得意，得意！我们小得意又来直播了啊！他咬我。哎呀，咬我腰好几下子。得意真的是很，他是狗，他老是爱咬人。都喜欢每一个慧老师捏，是不是饿了？没有，他经常就是跟你玩玩就咬人，就是跟人玩玩就咬人，就是。真的是这样，他就是在跟你逗着玩，他就开始咬了。是我就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不爱，也别离开。我跟你们讲，我还有两张更好看的花絮，我没有放在口袋。想看吗？不给看。发微博，没有，他真的咬我了，但没有咬破皮。你若着李慧翅膀，我必回你天堂。
该 AD 该。旗袍照片比较少，旗袍的是照片比较少。大家为什么都觉得旗袍好看？我觉得旗袍还行吧，就不是不像我，主要是好看是好看，有点不像我，太美了，美的如此的不像我。我照片很少像我的。我也是，我们是同道中人，只认识美女的人。请多多分享。太完美的爱情，我不相信。又想跳舞了，一周跳80公演，我都不嫌累。成熟女性的标志，哈。但是那姐姐就约我跳，拍旗袍就拍了。小女孩体力就是好，小女孩。不过今天拍的真的很年轻。看我厉害吗？没有。看我厉害吗？谢谢直觉的女孩子们之间的感情真好啊的。玫瑰花。旗袍就是要妩媚，但不够妩媚。我是一个拍的是傻白甜的旗袍。你也喜欢丢瓶子，那你一定没有我丢的好。比试一把，都不用看就能接，真的呀。瓶子打人事件。还没睡呀，慧慧。对呀，对呀，等你来看我。呵呵，你丢10米高，砸心，砸的土。那我丢100米，呵呵。来看我耶！你们会一个眉毛动，一个眉毛不动吗？对呀，我在破腿上面。哎。哎，我不会。当然。拖一个 AD 盖。早点睡觉，好的。你也早点睡。我不到2点吗？2点不下，我是猪。好好回来了，不干。我们先给米饭吧。但我觉得我唱完情歌网就2点正好。对一，他又来了，他坐我身上，给他牛的，给他能的。他有这么大空地不坐，他坐我身上，真是服他了，服他了，服他了。还不睡吗？还不睡，要不你把我打晕吧。他怎么不去贴背书喊粘背书喊？因为他爱我。得意，他要干嘛？有请照片什么时候发布？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什么发。我去年拍的那个哈尔滨的照片都没给我修，就还不一定。你们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行吧，就那样。但是最后被我发的那个是在天桥上的，就是最后那个穿的校服，是校服吗？还是制服？制服，
我本来今天想拍两张照的，但是我觉得我妆都花了，还有点困。哎，以后微博有任务了，我必须要多多发微博。最后一张好看，最后一张好看，我也觉得。最后一张是哪一张？对，你们。哦，我知道了。哒哒哒哒。你要是去广州的话，你准备问啊？我也觉得，但那个是逆光，脸很黑。然后我调白了一下，其实它原图也很好看，都没怎么 P 哦。我笑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地铁口。谢谢谢谢太空两人住的高级马卡龙，谢谢太空老师的高级马卡龙，吃完这个马卡龙我不得胖死，这不得胖死，大晚上的，谢谢太空老师。大晚上还没睡，因为等你来送高级马卡龙。无限可能的夜晚，代替所有的，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处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你的有可能，让 yes 代替所有 no， 让勇敢代替所有求，当下没错。笑鼠，学习老天来看我一眼，幸好你来看我一眼，要不然我就下播了。对，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你错过了我很多哟。你错过了不一样的我，你错过了我不一样的烟火，你只赶上了我的闺蜜反末班车呢。短暂的看了一下蹦迪，那你没错过。他看了，他看了，竟然看了那么短暂。没事儿，我在想我要不要留下这次直播呢，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发疯了，有点不正常，因为我特别害怕别人觉得不正常。留，凑齐十个留我就留下。太不正常就不正常喽。的夜晚，让蜡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让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留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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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让 yes 代替所有 no， 让勇敢代替所有求，当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听完这首歌，我们就放情歌王哦。你的有可能，这都留不住你，太感人了，太感人了！谢谢大家今晚为情歌王一姐的应援，谢谢大家喜欢今天我的表演。如果大家喜欢与我见面的话，我天天都可以与大家见面哟。
对，大家都是我的歌迷，是我的歌迷舞迷们。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你是影迷，影迷是啥意思？歌迷、舞迷、影迷，影迷是什么？你喜欢的表演，如果你喜欢的我表演，那你一定是一个怪人，因为我表演的很尬。啊，照片迷呀、啊。照片迷，照片迷，那我就是一个照片。影视迷，我有过影视吗？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那我们就听情歌王。那天刷到了，刷什么？刷什么？我说演林黛玉，如果别人有的也给我，那我宁可不要。下次有新业务了，下次的业务就是大家送我鸡腿，想让我演什么我都可以给大家演。但是我演技贼差啊，不能说我自己演技差，我是演戏天才。因为我有很多个人格，就有时候我真的给你们讲，就是有时候我特别的安静，真的就是特别安静，就不说话那种。有时候我又特别的就是那种活泼开朗，就爱说话，反正就是我每次直播都不一样，然后我每一天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一个多变的人。来了以后，谢谢大家，开玩笑的。鸡腿越多，演技越好。对，送一个月发电，我可以演你们的，我可以演你们，让我演啥演啥，让我去演。学什么？你不能太过分，太过分就会打死。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能听见吗？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都是。最爱你的是我，否则我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走去。会爱会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能听清吗？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哦，好想和你在一起。
你，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嫁给你啦。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甜，甜的需要你的爱，我的心需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可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灭。总之那几年感情了旅行那一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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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多。爱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虽然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点，越恨越远越好，开心越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下。别爱情了，剩下痛苦大不了，想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虽然太遥远。若有你愿意等待明天，我和你重逢在灿烂的季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跟着一个伤悲。谢谢大家的爱听棒棒，我躺着唱，躺着唱会难听吧？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真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还哭的声音叹息着是我的伤了心，
感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哦，一点从被爱的味道。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瞬间。我记得那年生日，你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难的星空，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守护，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让人藏着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冲动。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身后的温暖。啊，你把我关进，你让我流泪，放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关进，你让我心碎，爱的睡不回。我唱睡着了，眼泪，眼泪都是我的滋味，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我的改变，孤单的滋味。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我净自己改词儿，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哦，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都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哦，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慢，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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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用我的一辈子去爱你，从此以后，有幸福的理由。好了，给你饭。
都给我唱迷灯了，我都要唱困了，睡着了。拜拜大家，谢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比心。那我太高级了，不懂。谢谢大家今晚看我直播，谢谢大家送我的鸡腿们，谢谢点歌，谢谢大家，爱你没话说，爱你没话说。小智老师训的时候被观众姐拍下来发给宽头，拜拜。截个图呢？截个图，截个图，咱就说截个图吧。这样的心情真的不可言喻啊！我跟你们讲，今天很开心，但我好怕我会不正常。没事，下一次抢直播，我绝对会做一个安静公主，做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拜拜，晚安好梦。今晚大家都要来我梦里，拜拜，晚安晚安，谢谢大家耐心观看，明天见，明天见。